暑气逼人，盛夏时光即将步入尾声，您是否已为孩子们规划好精彩的暑期回忆？彰化人大小事携手彰化指南宫将于8月2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30分在彰化指南宫举办放肆一下水乐园活动，作为暑期最终场，为孩子们带来无尽的欢乐与笑声，为美好的暑假画下完美句点。彰化人彰化市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